响彻云霄，南部又天降两位亿万富翁，其中一位就是高雄苓雅区五庙正对面这间彩券行。很开心啊，因为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3月6号，然后刚好威力彩又开出特别号是6号，对，然后今天又是农历15，然后今天对面拜拜的人蛮多的，真的有够巧，前三天就有蝴蝶在店内飞舞，开奖当天还是老板娘的生日，加上农历15拜财神，添油香丸，来买彩券的人不少，当地民众听闻也纷纷前来沾沾喜气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去过去，我想说要来买。用钱的啊，其他不买啦。威力彩头奖金额11.6亿，6号开奖就落在高雄及台南，两注平分各得5.8亿，两位亿万幸运儿分别是在高雄苓雅区以及台南归仁区的彩券行购买，同样放鞭炮大肆庆祝。真的很开心，终于开出头奖了。台南彩券行老板说，4天前开始有流浪猫会跑进店内，仿佛招财猫化身带来好运。另外嘉义埔子的彩券行也收到一封匿名信，原来是百万刮刮乐得主寄的。他买整本的。哦，买整本的。他有的时候只有刮这个。算还蛮有心的啦哈。对了。这位幸运得主花了2000元刮中100万，但生性低调，希望老板收信后po文在社团分享。特别的是，寄件人用毛笔字书写，地点也不写出彩券行，而是眼镜中心，再附上红包大礼。玩转方式分享喜悦，也让老板感受满满心意。TVBS 新闻南部综合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